走快点，过来啦，来出发啊，开始干活了，到点儿了，上门了。你想啥小妮儿啊，他今儿还拿着东西来，在这送礼来，耶，哈哈，走，经理，你去，经理，你这人溜出来了，出发，走，来到了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 你说我到了，哦，这里边又来货了，你看你，妮儿，你把把小电铃捅了，妮儿，哎呀，鼓掌了，鼓掌了，哎呀，你咋说了？哎，走，着急了。到底还得有改心，真是你一会儿不要把把写的光给他拉套了，到哪个呀，时间套，走，慢点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双，都还记得上次请我接那个时间套的一个小时聊了四千多套，收到了，都给咱好评，现在真是收到以后一直好评，这次请我又给你们接着对了走，我接了接着多少套啊，2000套，这个比上回还少了多，这给我想起啊，十来分钟都抢完，现在就开始大包了，什么到时候发不起今天的大包号，这全部都是，对，全部都是，哎呦，这不成辣椒啊，都是持久了啊，这好几个十，1、2、3、4个，吃不下，哎呀，好家伙，看了吗，哇塞，这个刺绣真精致，真漂亮，这个以前拿的货可不一样了，比上回我拿的时间套手感还要好，哇塞，看不，枕头上都有刺绣，我给你俩送了，真得劲，哇塞，一共多少位，一共2000套呢，网上提前你打招呼哈，呀还得有，你看有跟着上肉了，不接货吧，催你叫你忙，姐接了货他上手了，行，不得拿我上手一下，嗯，那可以，不来，妮儿，你喜欢这回比上回买的快不快，啊，这回都是啊，一会儿再买回来，中，有你的记忆，爸爸的加小劲儿哈，啊，嘿呀，小娘一会儿了没好生活了，嘿嘿嘿呀，真是叫菜蜜，这价格给的不给，相当给的呀，价格必须给的，啊，因为这一次一定要叫大家都知道这俩选货的这种品质，哎呀，上回我弄的四件套谁给我差评啊，现在他们相信我，行，这一款四件套朋友们一会儿给大家铺到床上看看，品质到位，价格到位的，24号早上啊8:30，这堆四件套哈，早点来，别想上完来了晚了没有了，抢不到了。别来弄我。像这样的大批量拿了四件套，价格已经实惠了，对，这是很不赖了。所以一定要早来，来了晚了你绝对抢不到。鼓掌！哎呀，跑了你，中。你要是卖不好的时候你是的。我的妈妈，你起来，看这个姿势真漂亮，哎呀，尤其当时他给我说的时候，尤其我的送中这个刺绣了，你看刺绣还有棉料啊，离得远了给他织上，棉料特别的柔软啊，光这肉的得劲，这个真棒，来下个是这个是一定要留它，对，这个姿色背这是2米×2.3米的，对，枕头套是40×74的，床单大条床通用，2米3×2.4米的大尺寸床单，真好看。这个叫做香蜜姿势了。哎呀，跳来，上手。还有一个了，呀，你着急了，妮儿，啊，还有了啊。你看看，湿淋淋了。啊，柔软的。我重点推荐这个粉绳。来了我老可没有了这个粉色哈，我现在每个女人选东西的话可能占大部分是选粉色了，其他色可以不可以有哈，但是这个是必须要有的，对啊，但是这个显得皮肤都白了，好看，哎呀，好，这个叫啥色，豆沙色，一定要记住豆沙色啊，哎呀真漂亮，一定要的，这是2号豆沙，还有这个黄色漂亮，下一个，这是一个玉色，结婚可以佩戴一套。
行了，你这眼光真是度不明，真是度。你看枕头上跟那上面都有刺绣，漂亮好看。我和小双中间推的是第一个颜色跟第二颜色。第二颜色是既耐脏又大气，时尚啊，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面料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把好关了，朋友们哈，真棒，一定记得。早上8:30提前来，我再说一遍，提前来，因为你们来的晚了，姐妹真抢不到机会，这次更少。对，一定要记好时间啊，24号早上8:30。价格一定给力啊！不要像上回那四件套瞬间抢没了，你们来的晚了，抢不到了。抢不到，到时候都说呀，抢不到。这次一定要早来啊，给你们提个醒，因为像这样的四件套，这时候你再想到拿，这个品质跟价位你是拿不到的，你看，请问明天咋找？